哇，这里飞航拍太美了。这里视野好开阔啊，太棒了！哎，这风太大了，根本都没法飞航拍，好多经幡，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被经幡缠绕了。这个是在天上的感觉啊！头都吹晕了，所以我还是回到车里继续走吧。这有转经筒，去转一下，这样，嗯。哇，好烫啊！被太阳晒得很烫很烫，好多。你好，你这个水可以给我加到我车里面吗？好好好，多少钱啊？加几个？啊，5块。5块啊，好嘞，谢谢啊。我去把车开过来，加水5块，挺实惠的哟。你好，我那个水在那边。那边的。拿过去嘛，拿过去。就可以哈，你这个要不要关呐、啊？哦，谢谢啊，我去把它。还可以洗车。你这水它一直往外喷的呀？啊？那个水。哇，好冰啊！哇。那边有个加水站嘛，那里接过来的。嗯。哎，我下来跑了2下，感觉喘气了。啊？你一个人？我和朋友一起。去拉萨。对。哦，马上满了，特别满了，把这个接一点就可以了。啊，你的那个关一下啊。啊。这个水是矿泉水一样啊。对啊，就跟那个山泉一样啊。可以喝哈。你桶子里面，豆子里面，面的都是。对，这就就。啊，不想出钱了。嗯。那可能要出钱。你这个水不关吗？就让它一直放啊。一直放，一直放。可以一直放啊。一直放在床上，真好。啊，床上的。放在床上里。哎呀。放那个白毛水上过来了，这个水。这个水不错，好冰凉。
就这样放好了。谢谢啊。哦。五块钱就能接到山泉水，太棒了！想想这里五块钱就可以接得满满的，接130升外加一个桶。想着以前在云南那个地方，给他10块钱接50升，他都不愿意，而且他又不说让我们加钱。不过这里的水确实也是不是商业水，就是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一样，特别冰凉。现在马上出发了，去德清。